有一个在美国被真实拍到的怪物，也来到了 Minecraft。 他被称为德瑞恶魔瑞克，据听说他会在深夜时出现在街道寻找食物，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赤人恶魔。没错，他夜晚出现的时候寻找的食物就是人类。那他在 Minecraft 到底有多恐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inecraft 恶魔瑞克。那么呢，我想跟你们说呢，我想要有更加高的挑战。据你们已经看到的，我安装了一个着色器 ，OK， 就是让整个世界看起来更加恐怖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看起来是暗暗的，其实现在是天亮的，夜晚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吓人呐，就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黑啦。我想要让游戏变得更加的恐怖，当然我也要跟你们说明啦。Oh my god， 粉红羊吗？我才一开始就看到你吗？这是什么鬼运气啊 ？OK， 我说实话，我的主题不是你，我见到你也没有什么用了。啊，我就不杀他了 ，OK？ 你们都讲到那么稀有了，虽然现在我是安装了这个着色器啦，但是我也想说，我不一定会用到最后啦，因为我的电脑不是那么强大，说不定如果游戏会出现卡顿的问题，我就会把这个着色器给关掉啦 ，OK？ 所以这是在测试啦。那如果这个着色器是真的可以用的话，我以后都会用了，因为我作为一个大男人的 Minecraft 玩家，我想要挑战更加的恐怖。 OK， 然后我想跟你们说，我也安装了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叫做 Falling Tree，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啦。我砍这个树，我的斧子烂掉了。那总而言之，就是我砍那个树一次呢，整棵树就会倒下来。这个只是让我更加方便一点点，那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砍树了。OK， 啊，好像这一种啊，你看啊。OK， 就整棵树砍掉了咯，就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啦。那么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这个粉红羊我不要杀你先。我要杀其他的羊，因为我需要羊毛。怎么没有看到其他的羊呢 ？OK， 下面有一只。我们要面对一个怪物，叫做恶魔瑞克。OK， 不知道他是怎样出现的，也不知道他有多强，还是得测试啦，就像我们平时做的一样。Oh my god！ 呼！就在我解说的时候，我差点就领了盒饭，干得漂亮啊，狼哥！总而言之呢，现在我是希望这个游戏不会卡就好了。啊，这个超方便哦，跟你们讲，真的是超方便哦。然后我做房子这边也可以更快了，因为收集木材很快。哇哦，你们听到了吗？就感觉好像恶魔瑞克叫我不要说这么多话。撞到的门出来，妈妈的呀，这道门是怎么回事 ？OK， 该时候去挖点石头了，像平时那样做出必须做的工具。OK， 希望那个恶魔瑞克不会那么快出现了哈，实在是太早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这个挖石头倒是没有的更方便了，还是得这样慢慢的一个一个挖。哇，绿宝石吗？我没有用到啊，绿宝石，说实话。OK， 来，我们要做石头的工具，非常的兴奋。基本上这个石头的工具，我重复做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了。哈哈哈哈啊啊！我需要快点快点做一些木炭来，我差点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安装了这个着色器呢，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恐怖啊。第一天不打算去山洞，食物也是严重缺的。其实我 ，OK， 现在呢，给我烧完这些原木炭，来了萤火，漂亮。我看我放在这边啊。
哦，这个萤火看起来好美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着色器的关系，那个火看起来特别的光亮了，我喜欢。我还没有床哦，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哇哦，你们可能听不见啊，我听见了，好像有人在我耳边那边呼吸这样，他这样子的声音，What？ 这样的声音。粉红羊，我真的要杀你的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会生气的，没有办法了，我什么动物都没有，然后要天黑了，你们看，你们看，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天黑好恐怖哦，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回家回家。Oh my god，这个刺激了，这个真的是刺激了。OK，至少让我的房子更亮好吗？我连屋顶都还没做出来啊！你真的是逗啊，阿浪哥，做东西太慢了。我不想那个恶魔鲁伊克爬进来，不要跟我玩玩好吗？抱歉啊，各位，我不想杀那个粉红羊了，可是我真的没选择哎，我家附近就那一只粉红羊罢了，什么都没有了。哇，你们看到了吗？好恐怖哦，这个天黑，你们能想象吗？如果现在有什么怪物在看着我，我都看不见了。这才是真正的夜晚啊，各位，连火把的光亮都好像减少了，你知道吗？没有这么亮了，火把，非常的好啊，我也没有的睡觉。现在我是一个超级大胆的麦克玩家，我不怕的，有什么来？什么来放马过来，哥哥拿斧子砍死你啊！玩玩呢、啊，玩玩你，玩玩你！哇哦，那个月亮特别亮了，应该不是那个月亮特别亮哦，是这个世界变得特别黑暗了。对了，我可以做个船来，说不定这一个恶魔鲁伊克船可以抓住他呢。我不知道，说不定他没有那么聪明。我看现在，来了吗？你就是不喜欢给我说话哦，恶魔鲁伊克。我想说呢，我看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火把了。那我放多一点火把在我家附近，没有什么问题的。它是不是在我附近了？其实，还是我想太多了。真的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嘞，现在我又不能睡觉，我又不敢走太远，真是头疼啊！哦，我看到那边有个骷髅人站着，是骷髅人吗？是什么都看不到了，现在真的看到那边有头猪是吗？哎，是猪来的，是猪来的，你知道吗？我很缺食物啊，不好意思的，谢谢。放多一点火把在我家附近才行啊，太黑了。OK，他的眼睛会发光的啊，蜘蛛。哇哦，很好啊。你看起来更吓人了，蜘蛛。可是你还是那么弱，垃圾。Oh my god，骷髅人吗？Come on。哎呀。我不会输给一个骷髅人的，就算我什么装备都没有。Oh my god，苦力怕倒是恐怖了。到了目前为止，我的游戏也没有怎么卡啦，这让我挺开心的。还好我的电脑承受得了。我一直都想安装这一个光影包的，只是我很害怕那个游戏会变得很卡，所以我一直都不敢。OK，然后天亮了，我们撑过第一天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只是听到又来了那个声音又来了，你一直在那边吼叫都没有出现的，今天我们必须做出那张床来，然后我们要收集铁那些了，我要干掉你先，我严重缺食物。哎，你们看这个水，哇，这个水变得好真实了，你看，非常的漂亮哦。
哦，看到一些牛了，没看到羊。哦，OK 啊，你能吃吗？他不能吃的，他掉皮罢了。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边的呢？对不起了，你的皮我也是需要，我什么都缺啊，现在见什么杀什么的了。我听到脚步声，是动物吗？哦，是你的脚步声呢，小鸡。Hello， 你好啊，早安呢。什么动物都看到了，就差羊罢了。为了找这个羊，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了，各位。我还想去找铁那些的。什么声音？做什么？末影人，你听到了吗？你也听到那个叫声吧？不要攻击我，末影人，我现在承受不了哦。我们目前呢，就一直听到那个恶魔瑞克的叫声，这是在警告我吗？我马上要吃掉你了，你马上就要变成我的盘中餐了。哦，羊，我看到你了。Yes， 谢谢。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苦吗？真的是啊，我走到多远才找到你啊，真的。Come on, man， 等下又天黑的了，先回家坐那个床，然后把那个重生点放在家，之后我们才可以冒险的嘛。不然的话，现在死掉，他不知道给我在哪里开始的。我的家应该是在这上面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耶、yeah, ，回到来我家了，啥都没找到，只找到一大堆的肉啦。OK， 至少食物的问题应该是没有了啦。谢谢，我有床了，谢谢。我放在这个火的旁边。呼，这个完美啊！睡觉的时候烧着屁股来睡的。OK， 然后那五块动物的皮，我可以做一个头盔。好过没有？烧多一点木炭来吧，反正这些原木超容易挖的。现在这个炉怎么做啊？我可以做这个炉啊，为什么我没有想到的？我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同样的东西的，我很少会去做那些没有做过的东西。这个烟炉是不是会烧肉烧得比较快啊？我听一个观众告诉我的，我都没有做来用啊，这个烟炉做两个来看看。我听说是烧那些肉会比较快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放木板进去，对了，烧那些肉给我。哈哈，全部都在运作了，很好很好。Oh my god！ 哇哦，听见了吗？那么首先呢，我看我们先测试一下吧。我会用船来抓住它，看看我能不能直接就把它杀死。这会非常的恐怖，可是我不害怕的。啊，是不是在我家附近？怎么样啊？你要来吃掉我吗，恶魔先生？恶魔瑞克先生，听说你是吃人的哦。这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给你吃了。Oh my god！我看不到东西的，哪里？啊啊啊！撒旦啊，阿郎哥，我放那个船，我自己坐上去了。哇，他跑得超快哦，跟你们讲，我放船根本都来不及啊。OK， 很好，我给他吃掉了，很好。可是我能够复活啊，怎样？怎样？有本事再来吃我啊 ！OK， 那么我看啊，放船这个策略应该是行不通了，他走得太快了。这样的话很简单啊，我们用回平时的策略，我们需要大量的铁，看看我能不能做出铁套装，还有铁头哥，他基本上就完蛋的了。走了，我们要去山洞了。在我家附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山洞啊？什么声音？
My God！ 现在听到任何的声音都可以吓到我。哦，小僵尸，因为太黑了，我都快看不到你了，真的是啊。这明明是天亮，我却看不到它，真的是搞笑、哦。OK， 这边就有个洞了呀，可以进去找铁吗？你可以让开吗？这是洞吗？这有水呀、啊！哎，这个水我看不到哎、欸。My God！ 我跟你们讲啊，这一个光影包真的提高了整个游戏的难度、哦。平时这样子我已经看到哪里有铁那些了，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Come on，No！ Oh my God！ 危险重重啊！你又是什么？我看不到，我很忙的，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忙。Oh my god! Come on, come on! Oh my god! OK， 这是泥土来的是吗？哦、oh, ，魔影人，别啊，没有，别啊，魔影人。我看不到哪里有铁哦。OK， 我看到煤炭。Oh my god！ 为什么这么多苦力怕的呢 ？Come on！ 谢谢谢谢。Oh my god！ 我终于看到铁了，各位 ，Let's go！ 势力铁了。OK， 这势力铁要马上用了。一个镐子，一个盾牌，好难看见呢、啊，蛮辛苦一下的玩这个。哦，这边有铁 ，My God, man， 真是考验我的眼力啊 ！OK， 胸甲也来了，差不多了，我应该可以抵抗一下了吧？现在这个恶魔雷克看起来也不是那种无敌的怪物，他是直接冲过来攻击我的，这就很明显他不是什么无敌的怪物了。OK， 我的铁套装已经完成了啦。要做铁巨人的话还差很远啊，那些铁。我看我先不要做铁巨人吧，我测试一下，以我现在的套装能不能打得过他，说不定他根本没有这么厉害呢，对不对？说不定其实他很弱败了呢，对不对？每次我这样说我就会死得很惨了。这是他肚子饿了吗？我能听得出他的声音，好像很肚子饿这样。Oh my god！ 好的，各位，我回来了，没有啥问题，基本上游泳上来罢了。这一次我聪明一点，我这样子做，放那个船，直接放在我的眼前，哈哈，这样他肯定是会踩上去的。他只能从这一边过来攻击我嘛，我后面是没有路了的，抓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我就一个男人在这边了，你不是很喜欢吃我的肉吗？放马过来吧！他是怎么刷新的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是会在我家附近刷新的。刚刚我第一次死就是在我家附近死的，所以他是会来的。肯定会来，他不是那种要在特定的地方刷新的，周围都太黑了，如果他在远处我几乎是不可能看见他了。没有声音耶。 Oh my god， 有声音、oh! What the What was that？你叫到这么大声做什么？吓死人咩？大佬啊，人家要跟你对战，不是跟你玩吓一跳游戏啊，妈妈的呀！你吓人你也不会填饱肚子吧？你要就过来吃我啊！他那种惨叫声真是啊，让我起鸡皮啊！僵尸，你不是吧？你来干嘛？你看你，僵尸倒是上当了，各位。
哎呦我的妈，没有你的事啊僵尸，滚啊你。 OK 各位，已经天亮了，这又是下一天了啦。那么这一天呢，我是可以选择再去找铁，然后可能做一个铁巨人帮忙，又或者是我不要那样做，直接等他来就算了。 OK， 因为我觉得我能打得过，你看我有四个船在前面，然后我再躲在这一个围栏的里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爬啦，如果他傻傻卡在这一边，我都可以这样子砍砍砍，我还是可以打赢啊，对吧？他看起来也不是那种会用魔法的怪物了，这样的话肯定可以打赢了呀。算了吧，我直接在这边等晚上吧。 OK， 我去玩下手机，很快就晚上的了。 A few moments later， OK 各位，已经晚上了。肚子饿的声音吗？哥哥在等你啊，你知道我面对过多少的恐怖怪物吗？你知道吗？我看你从哪个方向来我都不担心了，现在反正你只能从这一边过来罢了。还是我待在里面他不会来，我真搞不懂你啊这个怪物。What's up? What's up? 我看到你了。呜，过来啊，过来啊，我才不过去啊。你这样子看着我，你会填饱肚子吗？没有用的呀，你这样子看着我。你不是想要尝试一下我的肉吗？来啊。哦。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你怕。怎么样？哦。流口水了吗？你看着我，流口水了吗？他该不会是卡着了吧？不是那么尴尬吧你 ？My God， 不要坐上去那个船啊，浪哥！啊 ！OK。What the？我打赢了呀各位。一下子来两只，很好。哇哦。哇哦。我打赢了呀，你都不是很强罢了。怎样？你看着我又怎样？哦。哇，他从下面都打到我啊。哎呦，哇老耶，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攻击的，你手太长了吧。我跳我跳，你攻击不到我。妈妈的呀，我受够了，来过来单挑，过来单挑，过来单挑。阿浪哥不是跟你玩完了。嗯啊，又坐上去那个船做什么？浪哥你真的是啊，那个船啊，那个船啊，对他没用，对我倒是有用的，我跟你们讲。他去哪里了？啊，他消失了吗？还是什么？他也会消失的吗？我刚刚坐上去那个船，然后他不见了。 What？ 不过我跟你们说，他没有很强罢了耶。我打得过哎，只是正常的面对面打也打得过哎。他的强度是非常的一般罢了。OK， 船对他是没有用了的啦。OK， 这些船都是废了啊。我想要再测试多一次面对面跟他打的。哪里哪里哪里？哦，我看到你了。What'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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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啊！打不过，他的攻击太快了！啊！
好的，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那么你们也在评论下告诉我你们觉得这个光影包怎么样吧，我真的是觉得更加的恐怖了啦，整个游戏的气氛。然后关于这个恶魔雷克，他并不是很强的怪物啦，可以打赢的，不过最后那边我防御和攻击来不及更换，因为他攻击的太快了，所以我打不过。但是正常来说，做好一点的装备都是可以打得过的怪物啦。那么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点个订阅，我们这个影片再见吧，拜拜。